兄弟们也都死了，秦德也死定了，我们也一起去死吧。 就这么点伎俩吗？可笑，刘姓先生，你只是个外网杀手而已，为什么要给秦德这样卖命呢？你的任务奖赏不就是一件上级新品武器吗？只要你来帮我们，皇上给你的赏赐一定会多得多。住口！你罪无可恕，铁龙戟。 成功了，父王渡劫成功了。父王，您一定要快点修复伤势，一定要快啊！大家拼了命也要挡住敌人，给王爷争取时间。是。 去死吧！好，报！华阵一败，不能再让灵气也落到他手里。这是我的！一介凡夫也想要夺取中品灵气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好，师弟，做得好！风玉子。
如今这中品灵器进入我手，看你还如何神气。这可失败，长老又重伤，看来只剩下我和风伯伯了。滴血认主，这家伙已达金丹中期，现在又有了中品灵气加持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冷静，青玉，冷静，你必须冷静。妈，照顾好王爷。杀！你也给我去死吧！还没有炼化，但速度就比我那柄飞剑要快得多。一旦炼成，那威力……这家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。唯一的机会就是燕池剑和燕池全套了，一定要找准时机。如果失败，不但我命堪忧，父王爷……镇东王秦德，在人间你的权势也算是极大，在亿万人之上了。可惜，还是要死在我手上。有人逼近，好快！不对，这家伙来路古怪，会不会也有灵气？不能冒险。失败了！燕池剑，那是燕池剑。这个杀手刘青难道真的是小雨？不对，小雨身上哪来的真气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子，竟然暗算我！幸好我反应及时。给我杀！难道老天真的要断绝我父王的生路吗？你们统统去死吧！上星行列，秦德匹夫速度很快嘛，可惜这也救不了你。你刚刚结成金丹，实力还太弱，而且身体伤势也重。再看看现在谁还能帮你，所以认命吧。估计你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修真者了。放弃吧，废物！
开心一点好吗？住手！开心吗？嗯，只要能跟父王在一起，我就开心。不，有我在，父王绝不会死，绝不会。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先天高手，即便是先天大圆满境界高手，我也有一拼之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是不允许我跟你一起去？就算是先天大圆满高手，在修真者面前也不堪一击。而项家有两个上仙，这就是我不让你去的原因。您给过我机会证明我自己吗？你连机会都没有给过我，为什么就敢肯定我没有用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再见了，父王。现在看来，我还是有点用力，有点用力的。心呐，玄德，我要你的命！
而又死。相国鲁德，请得在此立誓，不杀了你们，我死无葬身之地。马上回去，一切计划提前加速启动。我要带领百万大军踏平楚国，灭了相国一族。